再来看一下这一盘龙吐珠，我发现它的这个叶子有点蔫下来了，可能是缺水了。这个龙吐珠的花期真的是很长哦，买回来到现在这个花就没有停过，所以它在这个花期对水的需求也很大，开花是非常耗水的，所以浇水要及时。像我这样就浇得有点晚了，这个叶子都蔫下来了，所以赶紧给它浇。给它浇水一定要浇透喽，像夏天这么天气这么热，而且如果像这种风大的天，然后它又处于这种花期的话，一般一天都要给它浇一次。当然，前提是这个土好的一个情况下。如果它不是花期的话，最好还可以给它喷喷液。大家看，它的这个叶子上的灰尘是很多的，如果不及时给它清掉的话，就容易堵住它的这个气孔，影响它的生长。现在我就去拿个布，稍微给它擦一下，实在是太难看了。浇到这个水有大量流出，说明就浇透了。